嘉嘉，你的角色是什么？是一个妖怪吗？我不是，她不是，漂亮怎么可能是妖怪？自己是妖怪。对对对对对。但是她什么意思？什么？从你的乡下小学开始，然后从 A B C， A for apple， B for bird。难怪你们英文会学不好。A for， B for， C for。No！ 那你要帮我们评价一下，哪个让你感觉到强烈的热情？Would you like to listen to the uncensored talk show?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for our podcast. 我人生的执念只有一个，我要用英文带领大家超越那道高墙，歼灭整个世界，获得自己的自由。我的执念非常非常的单纯。Where the f is my dream? 我的执念是。I think my obsession is I want.我的执念就是每天一定要。You know what? It just occurred to me that we are welcoming a whole bunch of obsession exorcists. A beautiful girl like me, and I'm really obsessed with drinking. I'm really afraid of being exorcised. 我感觉到这两个人有很强的执念，要处理一下，要不然会很危险。刚刚听到有高颜值的小龙女在 ，but I mean compare with me.Just so so. Oh, just so. If you like the amazing talk show, don't forget to like, share, subscribe,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然后记得追踪我们的 Line， 然后跟我们才可以及时互动。Yeah. Yeah. Okay, 好的，好的。好弱，真的，你真的很弱。我是来收服你们的，马上到现场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打怪小队的实力。Let's go！ 耶！听说你们今天是要来宣传新戏《不良执念清除师》，所以的意思就是你们其实都是执念清除师，只是你们都是坏人。他们两位是清除师，我是坏人。嗯，我在里面是反派，多坏！给我一个你每次出场要有的招牌表情。OK， 我是把不良执念清掉，就是有一些人或是物品、生物。不良物品、生物。嘉嘉，你的角色是一个妖怪吗？我不是，她不是漂亮，怎么可能是妖怪？自己是妖怪。她。我那个角色叫做孤勇，我世代都有传承下来的书法技术。然后我就借由这个能力，一直去消除我们在故事中遇到的所有执念。佳佳就是在其中的执念。那他们被你收服了之后会变成怎样？就比方说佳佳，她是有点漂亮的执念嘛，然后收服完了之后就变伸爪上场这样。对对对对对。但是他什么意思？什么？他被收服了之后就变成？哦，我听懂了。那你呢？哎，没有，你的角色跟他有一点点相像。啊，我知道，医学生。下三个字不适合他，念出来。我是高颜值。高颜值跟你没关系。他是高颜值，他眉毛画得很好。你这很会夸奖人哎。我们今天也是要来收服你们，就算要把我们吞下去，好歹要会讲英文。是不是佳佳？本身就是 native speaker to be honest, right? Well, I was born in Australia, but I moved back to Taiwan when I was 4. Well, I live in America for like 3.5 years. That's why your English is polluted. How about you guys? 你们两位呢？公立的乡下小学开始，然后从 A B C, A for apple, B for bird. 那 C 呢？ Cat. B for dog. 难怪你们英文会学不好。那你 A for?A for up, B for B, C for c- no, D for D. C 这个字不可以这样讲。我还没有到 E。那 E for what? E for 即兴演唱大挑战，跳出随机的音乐曲风，我们就要用那个风格即兴作曲一下。OK， 所以第一个，居然抽到了日系 idol。
英文名全球佼佼，加上百万名的学生组合在一起，抬杠最大线上一对一家教平台。演歌，教室个人页面，北京专场齐全啊，自己的老师自己来选。哦，那是我最后的摇滚 AI 配对超智能，把老师跟你不聊了。来一趟卡也没关系，烧完体验卡再决定。哇，这个要稍微捏一下 Michael Jackson。 这个时间听的内容同学左手是音乐，各种学科都有的安排。送你价值300块成对换券，点击右上资讯卡或下方留言，让你的体验课程变成几乎免费呀！一起加入现实励志，快快点！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干嘛。那 E for what? E for echo, thank you very much. 哎，那我你 S for what? 啊 ？S 它是一个动词，蛮好用的 ，suck. Okay, thank you. Suck your ass. 好，电话还好吗？啊？一下要这样被脚本控制，会一下跟不上，没关系，他们都可以剪很粗暴的，来吧。哦，好，等等，哎，一不小心又被你们主持的 flow 带走了，我是来收服你们的。天哪，你想把我们说走执念也太深了吧？陈友笑笑笑，我们这是尽忠职守吧？哈哈哈！你们确定你们是演员吗？只有我们被考验有点不公平，所以我决定祭出不良执念清除师里面驱魔的看家本领，来让你们知道我们的厉害。说吧，等一下我们要挑战什么？在里面我有一项技能，书法。等一下，等一下，书法意思说你就遇到一个，然后你要说，哎 ，wait a minute， 然后你要架好，然后开始写，然后给他看，然后他就走了吗？逻辑在哪里？我会把他们心中的那个执念，用我的文字，然后形容一下他们这份情感到底是什么。比方说，看到一只鬼鬼，然后冲过去，然后拿出毛笔，在他头上写一个色。okay, 然后。这个胡说八道，我们要写什么字啊？我们就写片名，但会拿的话，无名指扣住，这样你才扣得住。好，那要搭配一些转笔。我一直搭配一些配乐，我正想帮你唱歌，不，然后呢，不，不要，待会投票啦。哎，不要偷看好不好？我在看老师的，我在看你在干嘛？他都没有在教啊。好酷哦，他的诗超漂亮。腰酸了。有吧有吧，来来，那你要帮我们评价一下，哪个让你感觉到强烈的热情？我觉得，哎，我画爱心哎。啊，爱心，有爱心，有爱心你好不好？我赢了，愿意。来，我们现在来讲执念的英文。蔡佳佳有没有想到什么执念的？啊，我执念第一个想到应该会是 obsession。没错，还有 can't let go， 听起来很糟糕。放我走 ，let me go， I can't let you go， let me go， I can't let you go。好想跟你上英文课。皇上，你不会有一个东西 ，you're very fixed with that idea。你可以说 fixation。So do you enjoy being an actor？ 很享受啊，但是也会。失去一些，好比方说，像我朋友可以出去玩，但我们就很少那种时间。假如我去一个酒吧，我就被认出来，那我要怎么开心的玩？那有人会这样有得到什么好处？哦，就是会有人请你吃东西啊。那两位呢？你们当演员，觉得你是命中注定还是误打误撞啊？其实是误打误撞，因为我其实给别人是一个蛮害羞的人。你害
所以我就会想去挑战跟没有设限，我可以怎么样，我不要怎么样。那佳佳咧，我觉得当演员对我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之前就是一直都是在当接起手，那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会就是维持着面无表情的一个状态，吓唬他们，对不对？不是，你在下围棋，你要有什么表情？是不想让对手知道你在想什么。刚刚我就考他们的英文，我现在考你围棋的英文呢？围棋的英文怎么说呢？那我想让老师帮我解答。Go。Go。Yeah。So we're gonna have a go。啊 ，we're gonna have a round of go。Let's go go。Let's go go。超酷的。好了，赶快玩游戏。OK， 玩游戏。今天的游戏是收腰十秒，你画我猜。节目组听说打怪小组里面千佑很是画画高手。十秒内画让队友猜，猜对就得一分。最后统计分数较低的要喝神秘饮料。好，然后我们第一题。好，可以睁开眼睛了。10, 9, 8, 7, 6, Rockstar。Yeah, a rockstar。我看你们。你可以解释一下吗？这边是我的。他有听到一些音乐，他把它画出来了。8, 7, 8 guy. 我不会。What? Is that a person? Human? Human? What the fuck is this? Mario. 好，Moon? Outer space? Astronaut. 等一下。astronaut 没有吧 ？astronaut 那是我会猜。旁边很多星星啊。看你们的。可以看吗？What? Ice cream? 我们明明就画一样的东西，这是串烧吧？串串。你这没有想象力的女人。可以开吗？喂喂 ，Bear, Pig, Girl, 什么什么什么 ？What the f**k is this? A flag? Hello? Teacher? The host of the show.Echo， 你们画女生，然后大家都猜 Echo。等一下，我对这个有意见，我是长这样子的吗？而且我的智慧只有 A B C 吗？我问你，我的智慧只有 A B C 吗？9, 8, human being, girl, falling in love.Mermaid， 什么东西啦？我觉得我画的很好啊。But either what? Dinosaur？ 不是，僵尸，僵尸。Zombie？ 僵尸啊，头都一半不见了，那实在是。各位同学，僵尸。对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在平手水是决胜局。好。三娃刚刚一直在动，可是完全没有发出声音。哎，不要假参与，哎，真的要猜，哎。好，最后一题喽。没有进行过的。A calligraphy。Yeah。Yeah。看你画什么？哦，你那个可以猜出来，厉害厉害！今天的惩罚是神秘饮料，这我应该还行。来，干杯！干杯！啊，干哦！哇，真的很苦，哇，真的苦。这我 OK 哎。公布答案是苦茶。好，来，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和不良执念清除师的演员们聊天。最后再帮我们宣传一下。不良执念清除师在4月15号，我们在爱奇艺会播出。大家记得收看哦。好的。感谢收看这集的你，别忘了领取底下留言的290元课程兑换券。像好友一般的优质老师就在 Amazing Talk， 你还在等什么？
找到你了。你们到底是什么？执念。我好像知道些什么。我的执念是，我希望我可以开车，然后载我的亲朋好友出去玩，没有目的性，然后一定是我由我自己开车。I think my obsession is I want everything to be perfect, although I know that's really difficult and I should really sometimes try to let go. 我的执念就是每天一定要吃早餐，嗯，睡觉就是为了早上起床可以吃早餐。所以我的执念就是我一定要吃早餐，耶、yeah.